这是大燕山下面的小镇加特林伯格，虽然下着雨，但是游客的兴致依然不减，街上到处都是行人。这个小镇你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完全为旅游而建造的服务小镇，它所有的设施你都能看到服务游客的功能。倒是能看到万圣节的影子。南瓜警察，警察和市民友好相处。这都是拍电影用过的道具，这是道具车。这是一个照相馆，看看里面的道具，枪，9.95元拍一张，非常的富。是的那种马戏团。哦，这是一个迷宫，模特眼睛都会动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哇，那边还有一个头在动，哇，手里还拿着枪，手里还拿着枪，哇，那边，这里还有一个准备甩飞镖呢。这个小城市有点像浓缩版的拉斯维加斯。